当我突然成了一颗韭菜。一觉醒来 ，Coles 也开始收费了。收费计划来得如此突然，此消息一出，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连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都表示，那我还怎么样薅羊毛？字节跳动旗下 Coles 开始收费，万恶的资本家又开始收割了。说好的无限白嫖呢？这是烂泥扶不上墙了，还是字节家也没有余粮了？免费用户 GPT 4O 8K 每天五条消息，最低档会员每个月要$9，薅羊毛的时代真的要结束了吗？大家不要慌，这里小 V 跟大家细数下一些可以平替的 AI 工具，特别是最后一个，目前还完全免费无限制，白嫖党又胜利了，可以收藏，马上用起来。我可太喜欢订阅加收藏啦，朋友们。第一款 Timi， 关于 Timi， 在小 V 之前的影片中有详细介绍。它是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10月9日推出的一款智能助手，主要有六项功能：长文总结和生成、联网搜索、数据处理、编写代码、用户交互、翻译。主要应用场景为专业学术论文的翻译和理解，辅助分析法律问题，快速理解 API 开发文档等，是全球首个支持输入200,000汉字的智能助手产品。 Timi 智能助手在效率免费榜排名从2024年1月14日的第436名提升至3月19日的第11名，目前仍然免费，无需使用魔法，大家可以当作 ChatGPT 单机版使用。第二款，知豆 AI，使用微信扫码或者用加86手机号即可登录。点击下方这里可以看到，知豆 AI 汇集了 Timi、Sano、Luma、ChatGPT 3.5、GPT 4O、通义千问、讯飞星火等 AI 语言模型。目前 ChatGPT 3.5 和 GPT 4.0 公益版仍然处于免费状态，不过也不能分析图片和文件以及上传附件。思维导图功能也是可圈可点，只需要输入一句话，动动鼠标就可以分析出一个完整的活该你成功的养成运营计划。每日签到和分享也能白嫖一条对话的机会，当然人民币玩家在这里也可以得到尽情发挥。第三款 Chandler AI， 它可以支持不同的 OS 客户端，并且汇集了多种 AI 模型工具。它不但可以白嫖 Llama 3和 ChatGPT 3.5 通通免费使用，除此之外，免费用户还赠送10条 GPT 4O、 Claude 3以及斗艺的10条对话，两次视频生成，两次 PPT 制作，次数用完之后我们换个邮箱重新验证登录就行。而且这个网站不需要梯子，简直就是白嫖党的福音。如果说 Coles 使用巴啦啦能量让你变成了一把绿油油的韭菜，那么接下来我就来教你怎么用魔法来打败魔法。最后一款工具，扣子。你没看错，打败扣子的还是扣子，只不过这个是国内的扣子，需要使用国产抖音或者加86手机号登录。进入之后你会发现个人 bot 机器人免费， bot 商店免费，插件商店免费，工作流商店还是免费，所有东西通通都免费。怎么部署，怎么使用，全部都在小 V 的这期影片当中，有兴趣的赶紧去扒出来看看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我会为大家推荐更多更有趣的工具干货视频，白了个白。